那我记得上次那堂课的进度还不错，那你回去练习有什么困难吗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们做个练习好不好？我们做护好不好？好，试一下，三、七、走。你有觉得有点憋憋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做两个示范哦。第一个示范是呼呼，啊，第二个是呼。你听得出差在哪里吗？啊？哦，听不出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做两个好不好？再做两组啊，试试看，三、七、走。哦，这还不错，这没有憋啦，再来。这不是比上前面还要不憋了吗？有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记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啊？